大家好，啲知道今次就介绍一架 Tinyman 76号 258mm Philip 76号有出，已经第五版啦，第五个版本啦，76号啦。咁今次呢个版本就路线唔同啦，个帽一样重用个帽。改路線619金池出，今日出619，佢順利，咁係行東隧啦，過去段嗰路線。咁啊，車牌 UB8222，係啦，咁人 cam 邊度夠啦？呢度人度 WiFi 好似係 WiFi 應該 WiFi 嚟貼紙，啊 cam 邊度夠？再黑量人咗，619，另一边车身，车尾，咁应该希望唔好再出啦，76号 ，Oh my god， 佢真系癫噶，真系癫噶，睇嚟。重用同一隻帽出咗六次，重用咗六次。誒唔係重用次數，唔係六次咁大吧？即係如果你計埋廣告巴士嘅話，真係超過六次，真係應該超過六次噶啦。廣告嘅話計埋，咁即係淨係齋金巴嚟講，重用個帽就即係冇任何廣告咁，應該係六次啦。廣告計我，如果計埋我儲嘅一架咧，係唔係76嘅另一架嚟？咁另一架係900嘅，另一架就係呢一架 L01 嘅98号 D。黐線，計埋係七架咯，計埋又話七架車咯，七架車計埋又話加個爆啲，咁癲嘅咯佢真係，佢真係癲嘅咯，係咯，290978213108。6号619，哇！真系七架，两三年储成出咗成七架车，哇！有共同特点嘅就分咗两，即系佢系有啲唔同，就系呢个位，呢个贴纸。呢四架係人輪椅貼紙，而呢三架係 WiFi 貼紙。呢三架，咁其他冇分別啦，除咗車牌價格唔同噶啦，路線大家都係唔同噶啦。除咗車牌路線唔同之外，其他冇分別咯。都唔知點解出咁多，癲嘅真係，真係癲嘅唔係講笑，真係癲。咁好，咁今次呢架 Tinyman 76号嘅介绍到嚟呢度啦，咁就下再见。